傻柱怎么也想不到，失去工作能力的他竟然会被棒梗这个白眼狼赶出家门，让自己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死在了桥洞底下。下一刻，几只野狗蜂拥而上，短短几分钟，傻柱的身体就被撕咬得不成样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傻柱醒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了周围，这才确定重生到了53年。想起当年的遭遇，傻柱决定好好重活一次。看着眼前的愁容的父亲，傻柱便明白自己重生到何大清去保定的时间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柱子，你说我要是跟你白衣去了保定，你能不能照顾好雨水？爹，为啥要去保定啊？我又不反对你续弦，你把他娶进咱们四合院里不就行了？哎，你白衣不同意，也不知道是谁在造谣，说是我娶你白衣回来就是让他伺候你们兄妹俩的。爹，你帮他养两个儿子，他连给咱家洗衣做饭都不愿意，那您还娶他干什么？您真要想找，您这条件比他好的一大把。柱子，我不走怕是不行了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被人抓到把柄了，是建国前的事情。建国前当时四九城萧条，饭店没生意，我为了挣钱就去了一个军官府，上当了1年多的厨子。我本以为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应该没人知道，没想到前几天突然有人找到我，他说了这件事情，说是让我必须离开四九城，永远都不要回来，否则他就要把这件事情汇报给政府，到时候连你们兄妹俩都要受到影响，所以我必须得走，不但要走，还得跟你们兄妹俩划清界限，否则这事迟早是个心病。傻柱心里有所猜测，可能是龙老太太干的，他岁数最大，心机深沉，经过上一世的傻柱却是知道龙老太太想要算计自己，给他和易中海养老。爹，既然现在也没啥好的办法，你要走那就走吧，我也不拦着你，但是有些事情你得提前安排一下，要不后患无穷。首先是咱家的房子要过户到我头上，要不等白寡妇的两个儿子长大谋划咱家的房子，那就不好看了。然后是我的工作问题，你得找找人提前给打点好了，要不你一走，别人不让我进厂上班，我连找谁都不知道。还有就是你走前，咱们要去管委会把断亲书签了，一旦你的事情闹大发了，不能影响我跟雨水。何大清一听这话，沮丧地点了点头。爹，家里的钱你都带走，保定人生地不熟的，身上有钱好办事，但是我劝你一定要留个心眼，你跟白寡妇毕竟是半路夫妻，在她给你生孩子前你一定要留一手。另外你也不用担心养老问题，你要是在那边过得不开心，随时回来我给你养老。我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柱子你也长大，爹看得出来你是个能顶门立户的人，爹走后你要多留点心眼，小心院子里的人，遇事多想想，真过不下去了就到保定找我。当晚傻柱帮着何大清收拾行李，何大清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要给傻柱，傻柱没要，只留了谭家菜的菜谱和何大清学厨的笔记留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傻柱便早早的起床做好了早饭，一家三口吃完之后，何大清去轧钢厂请假，傻柱则是带着雨水到管委会门口等候。没过多久，何大清便匆匆忙忙地来到了管委会，三人先是找到了管委会的吴主任，说明了何大清要跟白寡妇结婚去保定生活的事情，然后又把三间房子过户到傻柱的名下。弄完之后，傻柱便提出断亲书的事情。何雨柱同志，你父亲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合理合法，你为什么要跟他断亲？吴主任您有所不知，我完全同意我爹续弦，我家三间房子，那白寡妇嫁进来也完全够住，那白寡妇有两个儿子跟我们非亲非故，我担心他们长大后会逼着我爹来抢夺我家的家产，所以要跟我爹签断亲书，如果我爹以后还能回来，我肯定给我爹养老，如果他不会来的话，那我就当没这个爹了。那吴主任一听感觉也有道理，毕竟那两个孩子不是人家的种，如果长大后借着何大清的名义回来抢夺人家的产业，那政府也不好处理。想了想，吴主任便同意了这件事情。从管委会出来，何大清继续在厂里上班，傻柱则是带着雨水回去了。下午3-4点钟的时候，何大清回来了，一回来就着急的要拿行李要走，说是厂里有辆卡车去保定那边拉货，正好可以搭车过去，人家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他得赶紧拿着行李去接白寡妇去。雨水懵懵懂懂的，这才意识到何大清要走，当即就哭着不让他走。雨水，咱爹要去保定工作，这是厂里安排的任务，又不是不要咱俩了，等到明年你上学了，一放假哥就带你去保定看爹去，爹有空的时候也会回来看咱俩的。四合院的邻居们看着何大清拎着的行李包往外走，纷纷打听他要去哪，傻柱也没咋搭理他们，一群笑人无恨人的东西。傻柱锁上门，带着雨水就出了门，他要去找找他师父，必要时候还得请他的师父师娘来到四合院里帮他站站台撑撑腰。师父看到傻柱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傻柱也没墨迹，
就把何大清跟寡妇去保定的事情说了，然后说过两天要请师傅师娘和一帮师兄弟到家里吃饭。师傅吴大川也知道傻猪的意思，柱子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和你师娘还有你的师兄弟都过去，你在你们院子里也不要怕事，有事叫我们一声，我作为你的师傅不是外人。傻柱感激的点了点头，这年头法律不完善，政府草创，管理上也是有很多漏洞。回到中院的时候，发现门口站满了人，都在对着自己家里指指点点的。傻柱一看眼前的一幕，气得他当场就要动手打人。自家门被打开了，家里更是被翻腾的乱糟糟的，家具被搜刮一空。贾东旭和贾张氏正在自家翻箱倒柜，易中海也在一边指挥着。